各位好，今天的直播就先开始吧。直播开始之前的话，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宋双杰，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前的话是都是在券商和基金公司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我不太确认那个声音有没有啊，我先继续讲吧。听到反馈了，是有声音的，那我继续来讲了。之前的话都是在券商和基金公司从事相关的一些研究工作，但是我自己关注区块链的话，是非常早的，我在大概2013年的时候就关注了区块链，关注了比特币。然后之前2013年、2014年也是买卖过相应的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的，但中间的话都放弃掉了，其实错失了比较大的一个财富机会。然后的话一直在券商从事相关的一些研究工作，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自己出来创业，创立了一个研究机构叫通证通。今天的话，如果大家关注区块链的相关新闻的话，应该可以看得到，今天的话，在整个数字货币领域的话，还是有一个比较重磅的一个信息的。那么我们的话也是参与了这里面的一些建设的一个工作。那么今天的话，非常有幸接受巴比特学院的邀请，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我们传统券商眼中的话，是怎么来看区块链的这么一个基本面的。今天的分享的话是从5个部分来展开。首先，第一部分的话，我们会来讲一下区块链的发展的，就是整个互联网的一个发展历程。第二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区块链的发展历程、发展阶段。第三个的话，是我们比较一下比特币与传统资产之间的差异点。第四个的话，可能是大家都听过的，就比如说比特币是不是数字黄金？那么我们也会去分享一下。当然，这也是和当前的这么一个热点情况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受资产价格的剧烈下跌的影响，大家对于比特币是数字资产的这么一个信仰是有点点崩溃的。第五个的话是我们讨论一下新兴技术的一个基本面，也是给大家一点点信心吧。那我们首先来看整个区块链的发展历程，整个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互联网的发展历程的话，为什么我们研究互联网的发展历程的话，其实核心点的话是我们想和区块链的发展历程做一个对比。从互联网的历史来看的话，互联网和区块链的发展是非常相关、非常类似的。那么互联网的整个历程，它有个什么样的特征呢？它其实主要的话是解决的是一个优化链接的一个问题，它是各个时代的这么一个主线。所谓的解决优化链接，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萌芽阶段我们就先不说了，那是前互联网时代，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一个应用，只是一些技术在慢慢的一个萌生和萌芽。那么在第一个阶段是解决了人与信息之间的一个链接，在第二个阶段解决的是人与人、人和商品之间的链接，第三个阶段的话是一个线上和线下的高度融合。那么第五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然后第四个阶段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它将来会进入一个智能融合的这么一个时代。我们首先来看萌芽阶段，萌芽阶段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萌芽阶段的话，它其实很早，互联网很早就开始发。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互联网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它其实不是想解决我们现在的，大家可能是在床上躺着打游戏，对吧？不是的，当时互联网也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它是要解决的是冷时候的一个威胁，那就是如果美国本土被苏联的核弹袭击了之后，它自己的预报体系还能够持续的运转下去吗？那么的话，它为了防备苏联的核弹袭击，在全美国建立了一个阿帕网络，这样的话，在任何一个地点遭受了核弹之后，相关的袭击信息可以传递给中央的指挥部门来进行一个核反击。这是互联网的萌生的起源。那么，在基于这么一个纯粹的专用项目，后来在1971年出现了一个杀手级的应用邮件应用产品，那就是电子邮件。但其实说句实话，在1990年之前，电子邮件的应用并没有那么广泛，它只是一个非常极客的很小圈子的人在使用，也类似于互联网，也类似于区块链，在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群非常极客的黑客在使用相关的比特币，在使用相关的区块链的这么一个技术。那么区块链的技术大规模的落地应用，大规模的走入千家万户，那都是在
三四年、四五年之后的事情了。那么在1990年的时候，第一个互联网的网页诞生了。第一个互联网的网页诞生，其实标志着互联网开始慢慢的走进千家万户。那么在萌芽阶段的话，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它像一些数字协议啊，这些相关的一些产品也都会慢慢出来。这的话也类似于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的区块链到现在为止没有很非除了交易数字资产之外，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它只是在潜在里面给大家使用。但实际上，你像一个 app 这样子，大家日常能够见到的很少很少。那么在互联网的萌芽阶段，也是这么一个特征。你比如说，它会虽然会有 HTTP 的协议发出来，TCP/IP 的东西出来，以太坊的网络的话，在1977年就已经出来了，但实际上是并没有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很容易的在网上搜索到相关的信息，可以看得到一些球星，可以看到一些财经新闻，这都是没有都是没有出来的。那么到了第一阶段的时候，其实到了第一阶段的话，已经到了20世纪90年代了，那个时候美国提出来一个叫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的这么一个概念，他们的话，在美国是建立了1.3亿公里的一个光缆，这个的话是美国的一个政策的这么一个刺激，然后碰上了技术的一个爆炸和爆破，出现了图文的博客，出现了划时代的 Windows 的产品的诞生，慢慢的，大家日常使用过程当中才能够比较容易的使用互联网的产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到，已经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投资机会和巨头公司了。当然，很多巨头公司在后面是消失了的。比如说，互联网的第一个 IPO 成立16个月，它已经上市了，而且上市之后几个小时，市值突破了20亿美金。当时《华尔街日报》是怎么点评的？他说，通用电力公司是花了43年的时间，市值才达到了27亿美金。这个公司只用了1分钟，网景公司。那么2000年当然这是其实蕴藏着很多的泡沫。那么到1995年到2000年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是涨了6倍，而同期道琼斯指数只涨了2倍。美国的风险投资增长的话是20多倍，其中超过了60%的资金是投向了整个互联网这么一个产业。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两张图，这是一个对比。然后国内。在同时期，国内的互联网的发展阶段滞后于海外是非常非常的短的。在萌芽阶段，因为当时的国门还没有开放，滞后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但是进入了第一阶段之后，叫所谓的 copy to China 这个模式，一般来说只滞后国外1、2年的模式。所以在海外出现了 AOL 美国在线之后的话，国内的三大门户网站迅速的出现了，这些门户网站就解决了人与信息之间的交互问题。1998年，谷歌诞生之后的话，百度也是随后相继在国内产生起来，这叫 copy to China 的模式。那么在第一阶段，其实滞后的晚，不是特别的晚。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全部都到纳斯达克去上了市。上了市之后的话，后来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这三大门户网站价格都跌到了1块钱左右。这是后话了。那么到了第二阶段的话，虽然纳斯达克的泡沫破灭了，但是整个互联网的发展是不是停滞了呢？不是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虽然市值在下跌，虽然价格在下跌，但实际上整个互联网的用户群体是在迅速扩张的，大家可以看下面这张图，从1997年到2009年，全球每百人使用互联网的数量，从百分之就是从10个人慢慢的提升到了70个人，整个渗透率是急剧的提升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停滞，也就是在泡沫破灭的那一瞬间，稍微回头了一下下，那么也就是在用户提升的过程当中，整个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水平也在改善。泡沫破灭的盈利在改善，然后龙头企业的销售，你比如说像谷歌公司的销售收入也是在迅速增长的。大家可，谷歌的话，创始人贝佐斯的话，现在已经是世界首富了，大概是1700多亿美金的身家左右，但你可以看一下，他当年创业的时候，就是左边这边下面的一个小书桌。
整个收入水准还是急剧的一个扩张的。那么在第二个阶段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刚才讲的贝佐斯，刚才讲的搜索引擎解决了的话，就是人和信息，以及人和人，还有人和商品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个时候，淘宝这个巨头也已经产生了。这是第二阶段发生的故事。第二阶段的话，我们可以看，这个的话都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腾讯，比如说淘宝，比如说亚马逊，对吧？但是不是整个互联网发展阶段就到此为止了？不是，到了慢慢的话进入到第三阶段。这个第三阶段的话，我个人划单的话是划到了，就是比如说像 iPhone 的创世作为一个临界点，代表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那么的话，在这个时候的话，互联网变成了一个基础设施，渗透到了各个层面，线上和线上的融合成为一个潮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快手、快递和滴滴合并，五八同城和赶集网合并，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去哪儿和携程网合并，因为他们都是线上和线上的融合。然后巨头之间的竞争很激烈之后的话，大家觉得还是要没有必要再竞争了，我们合并来共同的把线上和线下融合这个事情把它给做好。这是我们在看到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的很多产品的话，大家点外卖呀、出去旅游啊，或者订餐馆呐、肯定都会使用的，这是比较熟悉的。那么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的话，到了互联网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我来具体的梳理一下整个发展的一个逻辑。到这个阶段，主要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智能融合。我们在前互联网时代，主要提供的是一个内容和功能，比如说发邮件。到了门户时代，是解决的用信息的搜索，而且它是展示性的，人的主动性是比较弱的。到了第三个阶段的话，搜索时代的话，人可以主动的去搜索相关的信息。到了 Web 2.0的时代，拓展了相关的一些边界，使得不是一些专业的用户来发信息，而是你使得你个人也可以发你自己的观点、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图片，对吧？然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你就摆脱了对电脑的束缚，而进入到了手机的时代。然后智能融合的时代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日常所使用的各种的硬件设施、产品，都和互联网、都和因特网是直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你就是一个设备。设备也是你身体的这么一个延伸，那么在核心业务层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基础业务逻辑层面也驱动了它的核心业务特征的这么一个变动。首先，我们在前互联网时代，它其实提供了一些基本的一些功能；在门户时代，是提供了统一的一个在线的一个渠道，门户时代统一的一个在线渠道，对吧？然后到了搜索时代，提供了高性能的搜索的渠道；在 Web 2.0的时代，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个拓展。你自己也交朋友，你要和陌生人进行社交，那么就出现了 QQ；你要和熟人社交，你就进入了微信；你要买东西，所以你出现了淘宝，对吧？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那就是以真实世界，你走到哪个地方，你到这个地方你要打车，所以你打开滴滴；你到这个地方你准备点外卖，所以你打开外卖的软件；你到这个地方你想去订购一个什么产品，所以的话，你可以打开五八同城，让他们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这都是可能的。那么到智能融合时代，那么这个拓展或者是融合就会更高一些。那么竞争的本质，在刚开始是内容的和功能，到了连接的时代，主要就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它是一个连接；到了第四个阶段，主要就是智能。然后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划分越来越弱了，就是真实即是虚拟，虚拟即是真实，就是我们讲的互联网的发展阶段。互联网发展阶段的话，它其实主要特征的话是，早期人们是很难以评估它的潜力的。我们很难以想象，在90年代发明互联网的时候，是为了产生一个微信。微信里面有小程序相关的一些功能，也许你只需要使用微信，你就可以满足大部分的所有的满足，大部分的生存的一个需求，对吧？这是很难想象的。也就是新兴技术的早期是很难以评估自己的潜力的。我们都没有想到，是微信起来了，而电子邮件，特别对中国人来说，电子邮件只是一个辅导，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产品。那么网页的话，以前的话只是专业人士才能够编写代码，现在呢，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自媒体，都是由普通的个人产生的内容，接入整个互联网的成本很低，产生内容的成本也是极度的低的。然后第二个特征，主要就讲的是初期的大量的商业模式是被证伪的。什么意思呢？就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商，
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个叫 pets.com 的，在互联网上面大行其道。他卖的是什么？他就是给宠物卖宠物的产品。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在中国，在美国，给宠物卖相关的食品，给他卖相关的玩具，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产业。但是为什么在90年代这个模式是证伪的呢？因为当时没有相关的基础设施，虽然它融到了1亿美金，但是配送、物流还有所谓的快递员，其实都是没有的，也没有像现在移动、现在手机这么方便，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进行一个交易，这是没有的。然后的话，还有一个特征，我们可以看的话，基础设施推进了技术的这么一个发展，这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一点点。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再讲举一个例子，这个里面的话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所谓的 VR、AR，对吧？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在互联网的时候，也有相关的产品准备做这部分的尝试。比如说像 Bobs，就是 Bob 这个公司，它是一个欧洲公司，成立于1990年，它总部是位于伦敦。它是做什么呢？它是做全球的体育用品的一个售卖。大家也知道，现在体育用品的售卖也是一个大生意。比如说，仅仅是为了抢球鞋，我们已经出现了 Nice，我们已经出现了毒这样的10亿美金的独角兽公司，对吧？所以当时这个公司是很有前瞻性的，但是它也没有做成功，甚至它做了一个很牛逼的事情，它做了虚拟现实的事情。因为你比如说你要买衣服，你要买球鞋，但是它远在千里之外，你不知道它适不适合你，所以它做了一个功能，做什么呢？它用 JavaScript 它实现了，你可以在网页上面呢适配搭配自己想要的装配效果，但是呢，在那个年代成本太贵了，它每个月的每个月的维护成本是5万美金，它对于整个技术的刚才我说那个虚拟技术的投入也是600万美金，但是那个时候用户规模太小了，它烧不了几个月就烧死了，最后也倒了，所以我们看刚才总结这三个特征，其实是我们被誉为的下一代互联网的区块链行业，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三个特征都得到了一个体现，我们也很难想象到得到，对吧？我知道整个行业里面有，如果大家对区块链行业关心的时候，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很多明星项目当年想实现的远景，到最后，我个人认为的话是被证伪了。为什么？因为基础设施是不够的，整个区块链发展的这么10年还没到那个时候，所以并不是这些功能。这些服务大家不需要，而是说在这个阶段，它还没有匹配基础设施发展的水平。那我们再看的话是讲第二个事情，就是讲区块链的发展阶段。区块链发展到哪个阶段？大家首先看一张图，其实这一张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图，就是讲新兴技术曲线的成熟度。我们可以看。区块链的话是在那个从左起的第二个象限，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它距离发展成熟，比如说我先不说它进入到现在互联网的智能融合的时代，我只是说大家可能已经不那么离得开它了。比如说在00年的时候，大家可能就用百度啊搜索相关的信息，搜索的很，04年的时候搜索的就已经很积极了，想到什么不明白的话，都可能首先到网上去，哎，我去搜一下看一下，对吧？到我们就说到那个阶段还要久，可能还要5到10年才能够到那个阶段。那么分项来看，区块链的各个不同的应用在哪个阶段？这是一张比较复杂的图啊，这是区块链在各个行业里面应用，它距离让大家离不开，非常成熟，还要多久？其实我们可以看，有些东西已经比较成熟了，比如说像供应链金融，它可能马上就可以点2、3年、3、4年就可以用了，比如像区块链和慈善，它也马上了。比如说像区块链用于汇款也非常的快，但是一些更高的概念、更复杂的产品，那可能就要更长的成熟周期，比如说10年、20年才看得到。那么再看的话，具体来说的话，我自己个人的话是把区块链分为到现在为止分为4个周期，甚至会你会认为它是有5个周期，我把前区块链的周期我就不讲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比特币的价格没有被记录下来的时候就不讲了，因为这个的话是非常非常的萌芽，是类似于互联网的萌芽阶段。那我们首先讲区块链的第一阶段，大家可以看我在这里的分析和刚才区块互联网的发展阶段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在互联网的发展阶段，我们虽然考虑了价格的因素，比如说股票价格的因素、互联网股票、互联网龙头企业价格的因素，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按照整个产业的发展脉络来进行一个划分的。但是我们在区块链，我个人倾向于，因为区块链一出来，它其实是有非常强的一个金融属性。那么我参考金融市场的这么一个逻辑，主要是依靠于它的价格周期来进行一个划分。那把它划为了四个周期，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处于第四个价格周期过程当中。那么历史上的三个价格周期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价格周期，那就是在2010年3月份到2011年10月份。一共是610天，牛市和熊市，这个我略开不讲吧，因为纯粹讲价格的话，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自己去看课件，一些事实性的或者纯数据性的东西我就不重述了，课件上面应该都有的。那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阶段的话，其实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东西，就是有一个叫所谓的比特币的披萨成交了，这是历史上最贵的一块披萨，它给比特币定下来第一个价格。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主要还是一些交易的一个功能，只是说比特币从一个极客，从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市场，慢慢的被有一些人所认知，在使用，甚至出现了比特币的 ATM 机，是这么一个状况，它还是处于非常非常蒙昧的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我们说的是第二个周期，那是从2011年到2015年，在这个时候的话，变化就很多了。在这个时候的话，因为比特币的价格飙升，推升了整个产业里面第一次的产业里面的一个猛动。这个猛动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各种山寨币，他们是希望 copy 比特币的模式来创造比特币。比如说，我对觉得你比特币有点问题，你比特币不能够在哪些领域来利用使用，所以我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币种，希望这个币在另外的地方能够使用得更好，发挥更强大的这么一个功能，是这么一个希望。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我相信在座各位的话，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在第三个阶段才知道比特币是什么一个东西的。那么在第三个阶段的话，是从2018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9年的12月份左右。在这个2018年的12月份左右，在这个时候的话，比特币的话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关注它。在这个里面的话，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能够改变世界的一个远景。什么远景呢？我认为这个远景是比比特当年的梦想是更强大的。比特币当年的梦想，中本聪他创造比特币的梦想是要替代当前的法币系统，剥夺中央权威机构通过发行货币、通过人为制造通胀来掠夺穷人财富的这么一个可能，对吧？这是中本聪当年所创始的。最后发现这个理念，其实和区块链后来的发展是不太符合的，或者说出现了一个分歧。那么，在第三个阶段出现了一个比这个理想更好的概念，那就是以太坊所创造的。我们希望的话是创造一个全球计算机，创造一个下一代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我们要创造一个价值的互联网，不仅仅是信息的互联网，使得人人更加平等，人人的信息更加的，人人的信息得到更好的保护，个人的隐私得到更好的保护，这么一个时代。这是在第三个周期出现了这么一些理念，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大量的基于这种理念的去中心化的淘宝、去中心化的京东、去中心化的5幺 job、去中心化的各种各样的应用产品。当然，这个周期结束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大部分这种构想是失败的。但是，这种失败并不代表着区块链的长期失败，我认为只是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涟漪，或者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坎坷，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大量的传统机构、巨头公司、传统金融的一些公司开始关注区块链的，而且比特币也被各种立法机构以及政府部门所关注，比如说芝加哥交易所推出了比特币的期货之类的。然后的话，区块链的这个产业也得到了大量的资金的这么一个青睐，有大量的资金给涌入过来。我们可以看一下，通过那个叫Cloudflare，我就是类似于这种，类似于 ICO 这个，就是其实就是 ICO 吧。它其实后来已经替代了原来的传统的 VC 的这一个投资模式。当然，后来 ICO 这个东西也被证伪了，但是说明资本市场起码是非常看好
区块链的。那我们再看的话是三波周期分析完之后的话，我们当时是总结了一个特征，就是比特币价格其实总结两个就可以，就是分析两波周期我们就知道了，比特币的话其实有一些规律的，就比如说每一次减半可能会带来牛市。当然，现在这个观点，因为它最近的话跌的是比较惨的，所以大家可能会挑战这个观点。但其实我个人说什么意思呢？大家判断牛市的标准是每一波下跌的那个极限的低点要高于上一波极限的低点，它就是牛市。所以到现在为止，其实它还是处于第四波周期的牛市过程当中，并不是熊市。当时确实跌得很惨，调整得很剧烈。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有什么特征？就是只要是减半行情，只要是减半，一般来会带来牛市，对吧？当然，现在大家开玩笑说，现在不是比特币减半，是我的资产减半。但我觉得不要这么悲观，还是要相信市场还是能够起来的。然后第二个特征的话，就是整个区块链行业的波动，特别是资产价格的波动是越来越小的。当然，这不仅仅是区块链这个行业独有的特征。我们考察了一下，全球所有的其他的资本产品都是这么一个特征。以前黄金的波动性也很高的，不是像现在这样子，黄金波动性很小，对吧？不是这样的。当你的整个资金体量起来之后，你会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变量的这么一个驱动，而且你的体量越大，波动性越小，它其实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是我们讲的波动性越来越小。第三个规律我们要讲的是，比特币是越来越被主流所认同的，并不是它越来越变成了一个边缘性的一个产品。刚才中本聪这个例子，我也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中本聪他原始的他们一个构想，这个构想虽然被证伪了一部分，但是比特币其他的一些功能被慢慢的被市场所认同。那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区块链的话，我认为的话是从纯粹价格周期还属于第四个周期过程当中。那么从整个行业的发展、从技术的发展、从产业的发展脉络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它是属于区块链从2.0向3.0的一个过渡的阶段。2.0是什么？加密货币和智能合约。虽然2.0的时候，比如说在以太坊它所创造的一个分布式的世界的时候，它有很多构想是失败的，但是智能合约这个产品是成功的，加密货币这个产品也是成功的，只是说它在分布式价值互联网的第一次尝试、第一阶段的尝试有一定的挫折，这是我们的一个看法。再看的话是，那么区块链会面临什么样一个挑战呢？刚才主要是讲了一下它乐观的一层面，我们现在讲一下它会为什么在过去的发展过程当中会遭遇到挫折。第一个层面，我们认为它的基础设施的性能突破是必然的，因为它存在着所谓的三元悖论。第二个层面，区块链从一开始它这个理念，它其实有一点点不被一些国家所认同的，它存在一些监管上的难题。第三个层面，区块链的产品还是太复杂了。就举个例子来讲，到现在为止，我自己个人的资金啊，不给你们提供投资建议啊，我还是放在交易所的，就放在几大交易所。我以前是用冷钱包，用各种钱包的，太麻烦了，太难记了，还是那种密码账户密码简单。而且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比如说对于各位自己在座的60、70岁的老母亲来说的话，你让他去君庙记那个叫所谓的助记词，太难了。我记了好多助记词，现在都弄丢了，所以这个普及性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当然这个大家可能会有，我在行业里面快待了，在全身心在这个行业待了两三年。两三年之前，我跟大家讨论的时候，别人当时市场还是不错的时候，大家会说，你这个就不是区块链的理念了。但是我要说的是，从来就没有错的人，只有错的产品，是人来塑造产品，不是产品来塑造人。大家既然觉得这个产品太复杂了，那就是产品的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那么具体来讲一下三元悖论的吧。三元悖论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区块链的安全性、可扩展性和去中心化之间的矛盾。那么在这个里面，对于大规模的商用来说，最难的是什么？就是你的 TPS 一直达不到。所以在过去的在2017年之前，大家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的高性能的应用，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我性能比你以太坊强100倍，我安全性比你高10倍，
我市值只有你的万分之一，那我是不是应该再涨个1万倍，对吧？当时这种故事还是被市场买单的，所以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高性能供电，但是后来基本都证伪了，因为很多东西它只是停留于图表、停留于构想之中，实际上大规模的，比如说，当它从测试环境走向了实际的生产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个标称的 TPS 根本就达不到，这是我们说的基础设施它面临问题，TPS 达不到。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为了解决你的 TPS 达不到，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就所谓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供电的话，你们自己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写的研究报告，做了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梳理，就不同层面的不同的供电，它怎么来去解决你 TPS 不够的问题。然后的话，在我们讲的是监管的难题，监管难题是什么？到现在为止还在讨论所谓的 BTC 的 ETF 的问题，对吧？大家可以想。这个问题之前是17年、8年之前就开始讨论了。2013年 BTC 的 ETF 就开始申请，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被申请下来。原因是什么？是监管部门不让吗？其实有一部分监管部门对它认识不够，也有一部分是所谓的普通用户对它的用户就是认知是不够的。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在这个世界，在这个领域里面。当前的加密数字货币市场的话，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比如说操纵的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的一个问题。当然，说起贫富差距的这么一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是挺好玩的一个事儿。那什么意思呢？朱姆通当年创造比特币的时候，是为了减少富人对穷人的掠夺，对吧？但实际上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比特币世界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据我们的测算高达0.93，0.93是什么意思呢？到达0.4就是已经是贫富差距了。很多国家到0.6的话，已经被认为是贫富差距已经是就是非常非常恶劣了。但是已经超0.93是，基本上就是一个穷人率得到了大部分财富的世界。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全世界5个地址是拥有了10万枚以上的比特币，而2000多万人的话，他只拥有了1枚不到的比特币。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统计图，这是我们讲的贫富差距。然后我们再讲为什么 ETF 得不到通过，还有的话就是你的信息不透明，各大交易所，它信息是高度不透明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对吧？比如说它的，比如说啊，这个具体我就不讲了，你们自己对哪些所有感兴趣，你们自己看，我也不树敌了。然后的话还有交易所的交易暂停，交易所暂停的话，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有些交易所一暂停，价格就急剧的下跌，对吧？这也是市场一个比较好玩的现象。甚至我都已经知道有人统计过交易所暂停的规律，你们有兴趣的话自己也可以去研究一下。然后第三个的话是，然后最后的话是关于比特币未来前景的可信信息，其实也没有的。到现在为止，大家可能会发展的10年，大家实际落地是没有的，所以监管部门信息也是不足的。而比如说很多其他的金融产品，他大概知道啊，这东西的话。和大家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关联度？这是我们讲的区块链发展阶段。然后我们再讲一下比特币和传统资产之间的区别。我个人为什么进入到区块链这个世界，是因为我认为比特币将来很可能再过1、20年之后也会变成传统资产的一个类别和属性，只是说它现在还是太小了，太早期了。我经常跟大家讲的一个观点是，比股票是发展了400多年的东西。你不能要求一个比特币才发展，一个区块链才发展10年的东西，它和400年的东西来进行一个对比。就比如说，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刚出生3天的孩子能够举起100公斤的东西吧，对吧？这是不可能的。你让太过于幼小的东西承担了它不应该承担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它这么一个信仰，它其实在传统资产的这么一个交互过程当中，它是有变迁的。首先一开始，比特币是什么？数字现金。刚才也讲过的，中本聪他是希望创造一个新的货币体系出来，那么后来他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改变现有的金融体系，不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时代，更加平等的金融体系。这是在17年之前讲的故事。说句实话，到现在为止，这个故事已基本上也没人讲了。那么后来是希望替代现有的支付体系，这也是在17年之前讲的。比如说，大家想每天都可以去通过比特币来买咖啡。做很多事情，其实说实话，在16年之前你还可以做，因为那个时候没那么多人用。
交易拥堵不严重，交易手续费也不是很贵，但是2017年一波超级牛市，造成什么？在高峰的时候，你买杯咖啡手续费就是30多块钱，你买星巴克比星巴克都贵，对吧？那么你去买了之后的话，你还可能要在那边干等个1、2个小时才能够交易确认，你怎么买？不可能的，不可能替代 Chain 的支付体系。那么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新的融资工具和募资方式，这是 ICO 时代讲的故事。现在这个是故事，也已经被证伪了。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大家开始慢慢觉得它可能做一部分的价格储藏，所以价格储藏是慢慢的被认同。然后新的一个储值颠覆贬值货币，到现在为止还是有用的，因为现在有一些很多国家它自己的货币，比如说像津巴布韦、像委内瑞拉，它自己的货币已经高度贬值了，就被比特币给挤压出市场了。那么，我个人最喜欢。被我个人认为，将来最有前景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呢？它就变成了一个新的资产类别，这个是从2017年到现在为止一直在讲的，也就是说，它将来会变成数字黄金，变成像数字黄金一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们可以看，为什么比特币以及数字资产以及其他的这些产品，它都是有价值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投机工具，我要讲的一个是一个什么观点，那就是数字资产和传统的资产，它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它是基于互联网时代、基于计算机时代、基于数字时代所产生的，而且它是深入的融合到了当前这么一个时代背景里面过程当中。数字通证它是非常安全、高效、流通性很高。我们讲一个例子，如果两个公司，一个使用数字资产来进行用户的激励，一个不使用，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使用数字资产的，它可以激励矿工，可以进行链上治理，它的内容贡献了之后是会有回报的，它可以通过你的数字资产获取商品应用，甚至它可以参与到这个公司的治理。那么到最后，这两个公司发展是会有区别的，蓝色这条线。是使用数字资产的，所以你可以看，它的市场发展速度是高于那个虚线，红色的虚线的。那么我们知道，在互联网时代，只有龙头公司能活。如果我们看一下，这是在100个企业在进行竞争，有一个企业发现了数字资产，也就是这一个企业会跑出来，另外99家公司都会倒掉。也就是说，只要使用了数字资产，因为你用户的外部性。因为你用户的贡献就可以获得回报，它是一个互相的一个正的反馈过程，那么会使得使用数字资产的平台公司会发展得更快，而且也让用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好处。这是我们从用户激励层面来讲的，它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产品。大家可能会觉得我突然讲这个事情很突兀，对吧？这一点都不突兀，为什么这么来说？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比特币为什么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我们考虑一下，比特币所使用的三大核心技术——非对称加密技术、哈希算法，都是在30、40年前已经发明出来的。但是这些技术在以前根本就没有得到扭结在一起，产生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产品。原因是什么？没有解决机制的问题。谁去维护矿工？为什么要谁去维护比特币的网络体系？为什么我们要去维护这套体系呢？那么中本聪它是天才性的引入到了矿工奖励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才使得你整个网络可以运行、可以支撑得下来。是我们讲的激励是改变了整个价值传递和传输的模式。好，我们再讲完激励之后的话，我们再讲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资产、其他的资产和股票和债券之间的区别。那么为什么我们说？他是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还是有很大的前景。我们可以看一下股票的历史，股票产生的也很早。以前的股票的定价不是按照我们现在所谓的 PE，也不是按照我们所谓的叫什么 DCF 模式，就是红利折旧和红利折现模式、红利折现模型来定价的。它是怎么来定价的？它是类似于债券。以前的股票的分红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东印度公司的股息率从成立以来，其实
已经给他们的所有的股东分了35倍，每年的股息就是75%，也就是他每年你投100块钱，头一年就给你返回75块钱，是不是非常恐怖？对，是非常非常的恐怖的，因为当时他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债券，这是在红利时代。那么怎么样慢慢的转向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它是已经到了接近现在100年的时候，就是说大概60、70年之前才慢慢的转过来，而且是因为你基础设施、你的技术信息、你人的认知得到一个提升之后，股票的估值模式才进行了一个变化。到20世纪20年代中，美国的话才慢慢的转向了以市盈率为基础，而英国因为它的基础设施不够，到那个时候都没有转过来。那么到什么时候？才到了我们现在天天所谓讨论的，如果大量买股票啊，它 PE 是多少，PB 是多少，PS 是多少，市盈率、市销率和市净率是多少这些概念，那都是等到计算机发明之后才能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如果计算机没有发明之前，你要算好你的 DCF，你要算好你的 NPV，你要算好你的当期净现值，你要算出当前的 PE 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你稍微折现率改变一点点的话，你整个计算机要推倒重来。那你基本上可能算你几天几夜可能都算不完。那计算机你现在就改一下 Excel，你都可以把结果马上输出出来。这也是时代这么一个产物，也就是说，要等到基础设施的一个变化，人类认知的一个变化才行。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再补充讲一个例子，什么意思？是，就是虽然大家现在在交易数字资产，但是很多数字资产它其实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估值模型，是不是有问题？有一定的问题和麻烦，但并不是大的问题和麻烦。举一个例子，期权的定价模型大概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发明出来的，但是期权这个东西在19世纪、18世纪末已经出现了，也就是它快交易了130多年，大家都实际上是不知道它怎么来定价的，但是不妨碍大家交易，对吧？当然，这个理性基础可能会弱了一点点，但是我一直坚信一个观点，就是理论的发展总是落后于实践的发展的，所以大家不要怕。然后再讲互联网。企业的估值和你的股票的估值也有一定的区别。我刚才讲的那都是 PE、PB、PS 这种估值模型，对吧？但到了互联网时代，你会发现，股票的互联到了互联网时代，股票的原来的这个估值模式也失效了。因为很多互联网公司，我没有销售，我没有收入，对吧？我只有用户，我要靠用户来估值，所以才出现了叫所谓的梅特卡夫这种估值模式、估值模型。大家现在听听。现在在区块链领域里面的话，经常看到的通过活跃地址数、通过用户规模数来对某一个 token、对某一个资产进行估值，都是借鉴于互联网这种用户估值模型的模式来的。那我们再看的话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是对比的这么一个阶段，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的早。我个人认为的话，现在基本上就是在20世纪中期刚刚开始探索估值模型。比如说费雪模式、价值储存模式，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所谓的股息率估值模式，也就还有4、5步，大家可以慢慢去做吧，就不用太过于担心。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是不是所有的估值都是很难，就是基本没有一个价值锚呢？我个人的研究表明的话，其实有一些东西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锚点的。我个人是把所有的数字资产是分为4类，第一类叫所谓的比特币。数字黄金，我把它和黄金进行对比来进行估值，独一无二的就是比特币，其他都不是。第二类，我认为的话就是各种平台币，不管是币安、火币还是 OK，还是各个交易所发的平台币，都是归属于这么一个类属的。那么这个类属里面的话，然后这个里面的类属的话，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通过 PB。刚才讲的 PB 和 PE 的这么一个估值来做的核心就是 PE。那么第三个类别的话，我们要讲的是一些垃圾币，就是比如说核心的这个也不叫垃圾币，就是讲的像所谓的以太坊，像所谓的各种像什么 Zcash 之类的，就是各种公链币，它们是就比特币的价格锚点。给它一个更高的风险，是一个高贝塔的资产。比特币涨，它们也会涨；比特币跌，它们也会跌。这是我定义为高贝塔的资产。然后第四个类别，我定义的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垃圾币。那就纯炒概念的话，那就类似于像什么
像乐视网之类的，那纯粹就是垃圾，你们就是去炒概念去赌了。我个人的话建议的话，大家可能还是主要是看第一类和第二类。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对于数字黄金进行估呢？为什么能够对数字黄金的比特币的估的话，是因为比特币的话，它和所有的资产类别的相关性是非常非常的低的。那么黄金为什么变成独一无二的？也是因为黄金和其他的相关性的资产，它的相关性是非常非常的低的。而且比特币，你即使持有了黄金，那你还可以去持有比特币。原因是什么？比特币和其他的相关的相关性质也很低，基本上都是在零左右，零左右。在传统的金融学理论，标准的金融学理论有一个观点是，任何一个资产，只要它和其他的相关系数都很低，那么你很简单，你什么都不用想，你就应该配一点点。为什么？只要你配了之后的话，会使得你整个的投资组合的风险收益比得到很大的改善，你可以承受更小的风险，得到更高的收益。这个是讲的比较专业一点吧，那我简单讲，就是你比如说，你只需要承受亏1块的风险，就可以多赚10块钱，然后以前的话，你需要承受亏10块钱的风险才能赚10块钱，所以你的风险是降低了，潜在的收益是相应的得到了一部分的提升。那我们再看的话，改善投资组合的话，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的话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状况的，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它的有效前沿是得到了一个变化。你们有兴趣后面自己去看吧，我这个的话也不过于细讲。然后最后，我们再看这个改善投资组合的一个比较直接的、直观的 Excel 表格，这个是非常清晰的。只要你的投资组合里面持有百分之二点五的比特币，那么就会使得你的夏普比率达到最优的一个状况。就不管怎么样，你都应该持有一点点。那我们再看的话，比特币和黄金之间的对比。黄金，如果我们的比特币的市值占到了黄金的10%的话，比如说各类资产的黄金的10%的话，比特币的价格应该是在30多万左右，是这么一个状况。当时我们做一个测算，然后我们再看，其实传统金融机构对于比特币还是非常的青睐的，大量的增持，这是美国最有名的一家基金公司叫所谓的灰度资产，你可以看它所持有的比特币数量是在急剧的这么一个攀升的。当然，你可以看它是有起伏，在2017年的时候好像那个点是更高一点点，对吧？这个不是因为他们持有的数量在变少，而是因为当时价格下跌太猛烈了。最近大家可关注一个新闻的话，也可以看得到灰度基金辟谣说我没有卖出比特币，我们最近的市值大幅下跌的话，主要是因为币价的下跌所造成的，他们还是对于比特币，也就是传统金融机构大客户，还是在不停的加仓买入的。他现在为止到持有接近是30亿美金左右的比特币，大家猜一下他们的背后的客户有多少？背后的客户只有67个客户。我们看到是最新，就是去年年底看到他们那个报表披露的，他们只有67个客户就买了30亿的比特币。这是我们讲的传统资产，那么再讲，就是数字黄金。数字黄金的话，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核心原因就是最近跌得比较惨，所以大家说，你看，你不是数字黄金吗？那你应该是有避险的功能，你怎么还跌呢？其实，比特币有时候确实没有发挥数字黄金的功能，我们早就发现了。那么在比特币的第三个周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和 VIX 指数、恐慌指数是反向的关系的。就是 VIX 指数上升，它是下降的；VIX 指数是下降，它是上升的。它反倒是和我们的上证综指的指数是同向波动的。这个图我们没放上来，什么意思呢？它在那个时候主要是受宏观因素的驱动，而不是受避险情绪的驱动。那个时候分析框架和分析逻辑要进行一个切换，也就是说，比特币有时候是展现出了它的避险属性，有时候又展现出了它的风险属性。具体什么时候哪种属性的更高，要具体的这么一个分析。我们再看风险属性展示的时候是什么特征？那就比特币的第四次周期。你可以看中美贸易战的时候，特朗普拉盘的时候，当时我非常清楚，我在家里的时候的话，特朗普说要开始贸易战了，要开始制裁了，比特币的价格噌的一下从5000多，快刷到了1万多的这么一个
点吧。然后后来的话，随着贸易战的话，越打越凶的话，整个价格是越往上一直在走。等到了接近是在10月11号，特朗普表示，中美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贸易协议的时候，比特价格破位开始下跌。后来一直到了10月24号，总书记讲话，比特币的价格才得到一定的支撑。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的话，它的避险属性在2017年没得到体现，在2019年还是得到了一个比较淋漓尽致的体现的。那我们再看的话是，比特币为什么能够做它呢？我们也和黄金做了一个对比。其实，除了普遍接受度，比特币比黄金差，耐用性比黄金差，稳定性比黄金差之外，其他的比特币的属性都比黄金更好，所以足够支撑它比特币的这么一个比特币数字黄金的这么一个特征吧。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储备属性。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比特币的话越来越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同，整个节点数量也是在迅速的这么一个攀升的，然后稳定性也是在逐渐的增强。以前比特币的波动性会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波动性没有以前那么高了。这是我们总结的话，2013年到此为今的这么一个波动性的一个状况，你可以看是整体上是属于一个下降的一个状况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和黄金的相关性，这意思什么？相关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比特币涨，黄金涨我就涨，黄金跌我就跌。那么对比一下，从2018年的相关性的话，就是黄金跌的时候，比特币涨的概率是49%。那么到了2019年，这个概率已经下降到了42.4%，这么一个水平，也就是相关性也是在提升的，它们还是处于一个同向波动的关系。那么到了最近为止，大家最核心关注的一个焦点分歧，那就是2020年之后，为什么比特币和黄金的价格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分歧？原因，我们来总结一下。首先，2019年比特币的涨幅已经很高了，随着利好的出尽的话，其实短期涨幅和黄它其实很难以持续下去的。所以2019年年初以来的话，比特币的它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这是在2019年年中出现分歧的原因。而且 BTC 历史上短，市场和认知接受程度是没有黄金那么高的。黄金是绝佳的价值储藏这一概念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的。第三个的话是，比特币的影响因素和黄金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出现分歧也是正常的。然后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最近这一段，那就是第一点的话是，加密货币市场规模是相对较小的，对传统金融是影响有限。第二个点的话是，比特币的避险成色其实有待于进一步的一个考验的。具体来讲，2019年6月份的话，随着贸易战等原因的话，比特币和黄金是双双大涨。那么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因为美伊危机，比特币和黄金再次大涨。但是另一方面，比特币对国际事件的反应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并非是每次都奏效。相较于黄金的成色，确实是差一点点。最近的话，比特币出现了一个闪崩。我们之前的话是做了一个专题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分享，当时讨论一下闪崩的这么一个原因。那么这也是当时大家怀疑比特币避险属性的一个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是因为当时比特币闪崩，从7960跌到3800的时候，黄金还在涨。虽然美股在跌，其他的资产都在跌，但是黄金都在涨。但是最近的话，其实，怀疑的声音小了一点，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黄金随着流动性的收紧的话，也在开始下跌了。那具体来讲，比特币闪崩的原因的揭秘，第一个我们认为的话是受疫情的影响，全球可能已经处在危机过程当中；第二个的话是比特币的数字黄金的成色受到挑战，这前面已经重述很多次了；第三个的话是我们要讲的，这是造成了为什么后来黄金价格也在下跌的原因，那就是全球流动性是在枯竭的，所有的避险资产都在失灵。到最终的时候，并不是比特币不好，并不是黄金不好，而是说很多机构投资者、很多企业家、很多客户，他必须去卖掉还尚有流动性的资产来回补他的债务，
回填他的债务，使自己不破产，使自己不违约。所以流动性越好的产品，可能在最紧急的时候也是同样会被砸。当然，等到恐慌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流动性又会回过去来支撑那些有避险价值的资产，比如说比特币以及黄金的价格又开始走强，对吧？然后第四块原因，我倒是认为，为什么最近整个市场砸起来这么猛，直接跌到3800，它是和整个数字资产的生态环境恶劣是相关的。其实这2年来虽然有很多很多的尝试，但是其实都没有取得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进展。市场缺乏优秀的底层资产，无法吸引到行业之外的优秀的人士和资金进来，这样造成整个市场是没有活水的，进入了一个存量博弈的世界。所有的热点都是昙花一现，不管是信贷还是期货还是合约，这些数字衍生品，并不能给市场带来真正的活力，而是给不恰当的人群提供了不合适的杠杆产品，他们就变成了一个存量搏杀。同时，因为市场缺乏监管，滥象丛生，比如说它和赌场就没什么区别了，出现了各种，比如说拔网线、停机、插针等行为，其实加剧了市场波动，也是到3800的时候跌得非常非常的快，这可能是历史上跌得最快的一次了，可以称得上是闪崩的一个阶段。这我们来讲的是市场为什么闪崩和数字黄金为什么会被大家所挑战。总结起来，我认为比特币还是有数字黄金的这么一个属性的，而且这个属性是越来越在增强的。最后的话，我们讲一下新兴技术的一个基本面，那是和前面的话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面，我对整个行业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所有的新兴技术都是这样来的，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说，你比如说它的整个渗透率是慢慢的提升过程当中，比特币到现在为止的话，渗透率才14.4%，这是在美国。2018年的话是7.95，渗透率还是在提升的。那么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看的话是市值空间，比特币的整个数字资产的市值空间是非常大的，现在才1440亿美金，而纽交所是16万亿，A 股是9.6万亿。苹果的话早就突破了1万亿美金的这么一个市值空间，它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然后的话，从整个行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这你可以看，现在比特币在经济中的地位没那么高，但是正是因为你没有那么高，所以你才有发展的前景。我们可以看房地产，在10-20年前，在国民生活当中也不是核心支柱，但到现在为止，大家都知道的，房地产如果真的完蛋了，整个国民经济可能也会完蛋。它也是处于慢慢的演进和发展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再看的话是看一下产业政策对它的帮助。任何一个行业，特别在中国，它的发展它是离不开政策的这么一个支持的。我们可以看，现在是政策层面是有很多暖风频吹的。就比如说，现在是政治局学习的话是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要求的话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对吧？那我们再看产业政策层面的话，是因为老大都说了话，那么在各个地方的产业政策是频出，这是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你可以看看各个地方基本上什么地方都有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总结的话，其实广州、浙江、上海这些地方产业园区已经开始有很多开始有一个布点了。那我们再看市场表现，市场表现是全球区块链融资，这前面也稍微带过一些，就是全球区块链融资到现在为止，虽然市场不是特别好，但是相较于2013年、2014年来说，它的市场规模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即使市场不好，大量的资金还是在进入这一块，在进入这么一个行业。那么在资本市场的表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区块链第一股加乱云智已经在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也是一个划时代这么一个标志。那么在这对，这是我们在看的。然后我们再看的话是，在我们可以看的话，因为你上市之后的话，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大量的市场关注，带来了大量的资金。然后的话，整个行业里面的话是越来，虽然大家不实际的进入，但是我个人的感受是，很多人开始来咨询我，特别跌到3800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都慌了，但是很多人说能不能抄底？
都还来自讨论这么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外部的人还是在紧盯他的，只是说他没有这个动力或者这个勇气在当前这么一个节点进来。技术成熟度前面已经放过这张图，我就不重复讲了。就是说，它还可能有5到10年，但是这个时间可能过得非常的快，大家在这个时间点进来还是非常有机会的。那么再看一下商业模式，其实这个领域里面的话，其实有一些新兴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是在某一些窄小的点，首先得到商业模式的这么一个突破。我们可以看到，到现在为止，有突破的商业模式，有持续性现金流的商业模式，比如说像矿机生产厂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啊，比如说比斯大陆、江南源质，对，是这么一些，他们都是龙头的一个企业。还有的话，像交易所，这也是一个模式，只是我这里略开不讲吧。像就交易所大家都能赚钱，这都是知道的，这个我也就不讲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行业里面是有一些商业模式能够赚钱。行业里面也有很多不停的一些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在进行来做，行业外部的话也有一些还是愿意来进行投入这么一个行业的，所以整个行业的话，我认为的话还是有很大的这么一个发展前景。这是我们纯粹从产业发展的脉络，从资本市场的角度，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了一下整个区块链的这么一个状况。最后讲的是什么呢？我在这个行业一块做了2年多。现在还在这个行业里面坚持来做，我们是一个纯粹的区块链的研究机构，区块链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都会做相应的研究和探索。当然，可能这是偏传统的那种叫所谓的研报风的 PPT 的风格，有大量的图表，可能有些讲得特别快。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相关的课件，有什么不明白的话，或者说不太清楚的话，可以搜我们原始的报告，它那上面是讲的相对比较清晰的。这个信息量的话，今天给出的还是比较足的。如果再看后面的交流吧。好，谢谢大家的时间。我看到了有些人已经提出来一个问题，我来一个个来回答吧。就第一个问题的话，我第一个是问的是，我在券商分析行业和公司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在区块链领域有应用的可能吗？关键因素不一样，比如说比特币的研究，用哪些数据比较可靠？我觉得这些研究方法肯定是可以借鉴的。为什么这么讲？大家可以看，就刚才讲的这个例子。股票市场一开始出来的话，它借鉴了什么？我刚才只讲了它借鉴了债券，对吧？是历史上来看，它还借鉴了房地产的评估估值模式。就比如说房租是多少，所以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它本质上来说也是类似于债券的一个模式，就是我投资了一个产品，它能给我多少回报，已经有后来的 DCF 模式的一个雏形。也就是说，研究是共通的，肯定是可以去借鉴。那么具体上来说，确实，区块链领域里面存在着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区块链领域到现在为止，很多重要的信息是没有公布出来的。我们都知道，虽然区块链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体系，但现在大部分的交易的话都是在交易所进行的，但交易所数据是不会公开透明给你的。那么这样造成的话，比特币这样的币大家还相对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它在很多小币种层面，其实你根本上来说是无从分析。历史上出现的恶性事件，它总发行量才一个，比如说它总发行量才1万，结果它给你造出10亿的假币出来，那你怎么来分析？这纯粹是操纵市场，也就是说底层的数据层面的提供维度，在交易所这边已经是变成了一个黑盒，是拿不到的。那么也并不是所有的数据不能分析，一些公开的链上数据，一些偏长期的观点还是可以分析的。比如说，即使是在跌到3800的时候，当时我说，数字黄金、比特币，我的信仰还在。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链上的地址数、链上的活跃地址数，还有整个哈希值，它还是在往上面走的。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对它还是有信仰，还是相信它的。这是我们要讲的，链上的数据是相对比较可靠的。那么再讲一下我们在券商里面的讲的一些分析方法，不管是说对于公司的分析方法，
如果是我们不讨论 B 的问题，只讨论对公司的分析方法，这个公司是不是靠谱的？那相关的一些尽调的方式和尽调的模式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这个公司它这个商业模式在长期来说，能不能带来用户增长，能不能带来持续的现金流，这是肯定是靠谱的。这个公司是不是靠，这个公司的话是不是造了假账，是不是伪造了，有大量的关联客户啊，这些你也可以一目了然的进行一个分析。然后比如说你们真的想投某一个币，你们一定要去搜一下他们关键的创始人。当然这个的话是偏一级市场的，我也会有所涉及，这也是传统的券商的分析模式和方法。先回答到这里吧。第二个问题的话是讲，传统金融机构的监管和体系已经相对完善，区块链如果已经要融入监管，在哪些方面需要找到突破口？我个人认为的话是，传统金融机构的监管体系已经完善这个观点，可能的话也可以，当然相对于区块链领域来说，它已经很完善了，但是同时，它也是在逐渐演进的过程当中，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一个新兴的技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所有的监管和监管的体系，它都必须要变化。那么区块链作为一个新兴的技术，确实是要融入监管。那么怎么来融入？不一定是区块链完全屈就于监管，也许是区块链和监管共荣共生的这么一个逻辑。区块链的很多理念和很多理念的话，其实对于当前的监管以及交易来说都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区块链可以解决你信息透明，比如说解决你不可篡改。那么监管是不是需要的？也是需要的，它需要你市场的参与各种主体的话，提供相对比较透明的信息，提供不可篡改的信息，得到相对大家都是相对比较平等的这么一个权利来进行相关的一个交易，这样子才能够防止各种恶性事件或者不良事件的这么一个发展和发生吧。那么在哪些层面取得了突破口？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监管层面使用区块链从来都是没有放松过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海关监管层面的话，区块链应用的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比如说在通关的货品通关领域，还有区块链在于跨境电商和跨境贸易以及这些领域的话，其实我都知道有大量的应用案例在使用过程当中了。这样的话，我认为的话，监管其实已经看到了区块链相应的一个潜力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然后第三个讲的是，第三个问题是，最近的政策在推新基建，虽然五大方向里面没有明确讲到区块链，但是很多人觉得是区块链的机会。老师，你是怎么认为的？我是这么来看，新基建这个观点的话，其实我知道市场上推的最猛的人是谁，对吧？这个我也不多讲。我个人是这么来看的。区块链的这个体量，相对于新基建的其他的那几个方向，还是比较小。另外，从成熟度的角度来讲，另外那五大方向成熟度比区块链也大很多。我倒并不认为的话，是一定要在新基建里面直抒区块链有发展前景。我们只要知道，总书记在10月24号发言里面已经明确讲了区块链相应的这么一个机会，而且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没有讲区块链什么不好，而且这次新疫情出来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说了，区块链在社会治理层面、在慈善、在整个供应链的相应的流程改善层面都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我们知道这次疫情的话，如果我们的信息更加透明，也许疫情不会扩张到当前的这么一个状况。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的捐赠的流程更加的不可篡改、更加的可信的话，我们很多恶性的新闻事件和社会事件的发生也不会出现，对吧？所以区块链这个潜力是毋庸置疑的。我并不认为的话，一定要说在当前这一个紧要的阶段，马上要开始上新基建，马上要开始进行财政刺激的阶段，把一个相对没有发展那么高度成熟的一个行业和产品，把它放到最前线去搏杀，也许你会让一个还比较弱小的孩子，过早的饱受市场的过于激烈的摧残，这可能是不是特别好的。当然，我还是对它整个行业的发展是比较乐观的。第四个，做了很多宏观分析，国内政策推进可以详细解读对行业发展的这么一个影响吧。这个我认为的话是有从两个层面来展开。国内的政策一般来说的话是一个后验性的政策，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整个行业出现了很多比较明显的潜力了之后的话，政策出台是比较密集的。那么我们可以看，
现在也正好是我们区块链已经展现出来他们的这么一个产业前景和行业前景，所以才有人关注，才有地方政府来关注。但是过多的政策和过于饱和的政策，在历史上来看，在中国的历史上来看，都会造成一些比较负面的影响。这个负面的影响，举一个例子，光伏，对吧？当年炒光伏是炒得非常热火朝天的，最后什么情况？各个地方都是疯狂的上马多晶硅的产线，上马各种各样的光伏的生产产能。然后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新能源汽车，对吧？也上了很多很多，到最后你会发现一地鸡毛。这是我们讲不好的，它可能会造成大量的投资浪费。其实我自己个人交流过程当中也发现了，现在区块链是火得不得了，但是我觉得将来可能会有浪费。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个是一个从长期来看它是一个负面的，因为短期来说投资浪费它是一个不好的行为。但是如果你不投，你产业完全不支撑它，你不进行一个预先的一个浪费进行一个投资，它就没有后面的起来。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光伏产业是全球龙头的地位，对吧？我们新能源汽车已经取得了很大一部分的突破。这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有些东西是必须要浪费的，只是说我觉得稍微惋惜一点点。也就是说，行业在政策的驱动之下，肯定会慢慢的热起来，也会获得一个更快的一个发展，总比你政策层面阻碍你发展强吧，这是我的一个看法。然后第五点的话是。对，疫情下的世界经济比较悲观，大家保命要紧。对于现在的大势如何研判，就是宏观经济中国的地位怎么变？这个的话，说句实话，我传统来说都是做宏观经济研究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关注我一个写宏观的一个公众号，这也是稍微做一下广告，您看一下"投研双杰"这个号。我们大概是在3月1号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了，全球最大的泡沫要破灭了。当然，我们指的是谁？我们指的是美股的泡沫。3月1号，你可以看那个时候是美股刚开始反弹。那么，为什么我当时那么悲观呢？其实也确实和我之前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相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次的冲击，表面上看起来是疫情带来的，对吧？对疫情所带来的需求的冲击，后面带来的是供应链的冲击，最后带来的是金融的冲击。这个可能讲多一点，这确实是我的本专业。我们可以看，人类历史上来说，到现在为止，三种攻击、三种冲击、三种负面冲击同时交叠的场景多吗？是不多的。八几年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两次石油危机仅仅是供给冲击，08年金融危机是标准的金融冲击，9.11恐怖袭击是标准的需求冲击，大部分都是单一冲击所造成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碰到三种冲击同时交叠的，可能是仅仅这第一次。那么，这一次的冲击的，说实话，它原生的那种负面冲击可能比1929年大萧条更加剧烈。这时候讲的非常的悲观。当然，我这个东西就讲讲而已，你们听听过了就算了。那么为什么这么讲？1929年的时候，人类还主要是工业和农业。到了现在，美国 GDP 的80%-90%是服务业，中国 GDP 60%-70%是服务业。什么意思？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没有了，互动没有了，服务业就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一次疫情冲击阻断了大家之间的交流。服务业可能是直接被拦截、砍半，或者直接消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餐馆、酒店、航空、旅游全部都消失了。那么有一个统计是这么来说的：美国今年 GDP 可能会掉30%左右。为什么？因为它的航空没有了，旅游没有了，餐饮没有了，它没有做过多的测算，这是有一个研究表明的。就这样子，30%就没有了。那么美国的需求没有了，中国的出口怎么办？全球各地怎么办？对吧？这是我们经济上的需求端的冲击。那么再讲第二个金融冲击，美国到现在为止，这个跌幅速度已经是仅次于大萧条了。你们如果是对有抄底有兴趣的人，请仔细的对比一下
1929年美国股市的走势，对比一下2015年 A 股股灾的走势，就会防止你们过早的进入市场，接到飞刀。这是讲金融冲击。第三个讲的是更严重的供给冲击。供给冲击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丰田是创造过一个叫柔性生产的概念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要这么多备件，我一个生产线可以生产好多产品。好是什么？我减少了库存，对吧？我有更高的效率，我资金周转更快，我的成本更低，所以丰田很牛逼。对效率的追求，人类对效率的追求，说实话，也许没有疫情，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没问题。好，现在疫情来了，问题来了，你会发现，所有的生产厂商都没有库存，原材料没有库存，产品也没有库存，因为我产出来卖不出去，我搞那么多原材料，我资金压在这个地方不划算。结果好了，航运断掉之后的话怎么办？打个比方，某个欧洲国家要生产口罩，找不到口罩机，即使买来的口罩机，找不到烟绒布，即使找到了烟绒布，他可能都找不到工人，因为他自己的本土工人已经不生产了，他全部都依赖于世界工厂中国了，对吧？也就是说，现在供应链完全断掉了。我现在都不，刚才讲的例子还不是讲 iPhone 这种，因为 iPhone 这种太复杂了，iPhone 这种一个陀螺仪。一个叫什么声控仪或者一个零件的话没有的话，可能就完蛋了。15年的时候发生过一次，那就是当时日本的福岛大地震的时候，造成了全球的电子产业供应链是中断了大概3到6个月左右，就是因为他们当时福岛有几个重要的零部件的话，是由福岛地区受福岛地震的影响所造成的，也就是供应链也会出大问题。即使你想生产口罩，都不能生产得上；即使你想消费，你都不能消费得上。这是三个不同的三个冲击同时交叠在这个地方。那么，对于中国的地位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这个讲的是，我认为应该中国利用好这次，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的。这是讲好的，但是坏的也有，因为我经常会看各种各样的分析嘛，就是现在西方整体上的一个反思是什么？对于世界工厂。对于整个链条、整个供应链，对于整个供应压在头单一国家、单一供应商，把整个全球产业链拉得太长，是不是好的？是不是能够抵抗极端的事情发生？都是有反思的。也许未来可以看得到，很多国家已经不敢，比如说像 iPhone，已经不敢把所有的产能都压在富士康，就让富士康去组装生产了，他可能不敢的。这样的话，也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的冲击。这样的话，其实就是看。我们的领导层面的智慧了，悲观大家可以去悲观，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你们要留好现金流，防备最坏的事情发生。如果想抄底是晚一点，这是一个观点。第六个的话是问题的话是，习大大讲话之后，A 股出现了很多区块链概念股，A 股现在是认真的搞区块链，还仅仅是搞噱头。这个问题分两个东西来看吧。第一个，80%-90%的肯定是搞概念，这是 A 股的优秀传统，对吧？但是也有10%-20%的还是在认认真真的从事区块链的相关研究。其实我这边的话是接到了一些 A 股公司对我的质询，我想说的是，A 股公司的实的程度还是比区块链的公司的实的程度高。有些比较苦的 A 股公司，他们真的是想业务上面想进行一个拓展。然后说有没有推荐相关的一些团队去？结果我聊了一下，大部分的团队是区块链公司是没有那么靠谱的，就不敢推，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噱头和实际大家都在弄，对吧？这个也是正常的，我觉得也不用过于的划分的太过于清晰。你把所有的水倒光了，鱼也没有了。第七个的话是比较细分的区块链应用方向。这个里面的话，我比较看好的区块链应用方向，这个的话我比较旗帜鲜明的说几点吧，就是第一点的话是，如果是讲能够产生实际现金流的话，和行业结合比较紧密的话，我认为供应链金融绝对是好东西，还有区块链和贸易和海跨境贸易是好东西，区块链和就是汇款呢之类的也是好东西，而且他们都是有实实现实实在在现金流的。
对大家的生活也是有帮助的。比如说，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贵的问题，对吧？第二点，有一些领域的话，它其实可能没有那么比较明确的赚钱的一个模式。比如说，区块链和版权保护，区块链和身份验证之类的，但是对大家也是有好处的。第三个层面就是区块链和政务、区块链和社会治理层面的结合。其实，我个人认为的话，也是有对于整个社会、对于整个政府、对于大家来说都是有帮助的。这是我认为的话比较看好的一些方向吧。那么在，这是我讲的是从产业区块链的角度来讲的。但是你要是讲细分的，比如说纯粹的原生的区块链的那些划分方向的话，我现在的话基本上也不会去过于去讲吧。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报告。这是我刚才看到的五个问题。我这边再补充一个观点吧，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最近的话，疫情的冲击的话，我自己对于宏观经济的长期观点的话是，就是短期来说的话是相对是比较悲观的，那么很多人说那怎么办？其实我要说的是，很多时候宏观经济层面的因素你是解决不了的，你应该更重要的是关注自己微观或者自己决策层面的东西。就第一点的话，我觉得是第一点的话，大家是要谨慎的去进入市场去抄底的。不管是 A 股还是美股，在大家还是比较理性的讨论的时候，还是还没有恐慌的时候，不用急，真不用急。你们如果急的时候，你们仔细的去爬一下1929年、2015年，还有2008年的 K 线图，你们可能就会相对理性一点点。第二点的话，大家会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对房地产是怎么看的？因为之前是做宏观研究的话，大家对房地产这一边的话，还是相来想就是想交流和咨询一下的。那么对房地产的看法是这样：只要经济不崩，房价从长期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注意，但是，2008年的时候，广州的房价和杭州的房价应该都是跌了30%-40%左右。那么，如果这一次疫情所带来的对金融市场、对经济的冲击延伸下来，是不是带来了房价下跌？这处于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状态。我个人认为的话是可能会有短期下跌，但是中长期来说一定会回来，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刺激力度是远超于历史上周期的。美国叫所谓的无限量 QE 政策，这叫所谓的无限放水政策。然后中国的话到现在为止虽然没有跟，但是昨天 G20 开会已经说了5万亿规模的全球的刺激政策，这也是已经讲过的，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可以只要经济不崩，房价或者说房地产你们还是可以关注一下，特别还有一点。特别对于很多如果是刚刚是走入社会，并没有置办房子的年轻人来说的话，我的建议是，你们如果有刚需房的话，是尽早买尽好。
好吧，这个可能和区块链都没什么相关的，当然这个是我以前老本行的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这吧。我看到了，就是说我们的报告，我们的报告的话，你们去搜这个通变通研究院的公众号，你们就可以看得到。具体的项目的话，其实我们，因为我们不会轻易对具体的项目发相关的一些观点的，因为还是相对比较严肃的，我们肯定会做相关的一些研究才会讲观点。这也是相当于以前我们在券商里面做，我们也不会凭空的像很多那种纯粹技术面的大神，然后分析每一个股票的观点，我们都不会讲。没有研究，我们都不会讲。好的，好的，谢谢大家。